小圈多么人静。这推风的意思呢，里面他意思是不让你两个你也推波，然后来回晃，左晃右晃，都是在个中轴线上，还得有时候是说后边放个竹竿子，或者一棵树呢什么的，不让你晃了就是。感觉累，那给你给谁那卡修啥的呢？卡修啥？卡修啥？没趴下了，可羞涩，没趴下了，好，他蹦很低，还低你什么呀？他个子不高啊。这个劲儿还不小了，他有点那个有股那什么，有股子劲，这劲儿。走，你打手指有没有了？没摸这个劲，再往上提起来个斜点，好好好好好，对，好。大点儿坐点儿，再起点儿，再起，好好，再起，好转啊。挺可苦啊，你看。你看这汗，脚都累的慌，累的。出汗了，出汗了。这汗是干冒的。你看老师说行了，好。好这个劲头还不少了。他聪明，你也聪明。